不急，冠军就要诞生了吗？最棒的，我一定会更加努力，能早一天打败你，绝不晚一天的。你已经很棒了，林毅，接下来继续加油喽。谢谢你们。祝贺你。谢谢。And now let's welcome the winner, Titi.First of all, DT,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you guys winning the championship this year. 谢谢。Is there anything that you would like to say to the audience? 首先，我要感谢 KK 俱乐部，我要感谢我的队友沈哲、九七，还有周一。同时，我要感谢我的对手。如果没有他们精彩的表现，我们不可能有这么精彩的比赛。Well, as a winner, the champion, you have three choices of prizes. First, points. Second, money. And third, you can rename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next 10 years. What will you choose?And now, DT, it's time.What's your choice? 我选择。你觉得他会选什么？他马上就要超越王浩了。我选择冠名权。吴白，这是要把赛杯改成 KNK 杯吗？不可。DT。Let's announce the new name for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next 10 years as your choice. 未来十年，它会被称为福利加杯。福利加？福利加？我的福利加。你认识吗？你认识吗？我是在一次睁眼睛的时候认识这个大哥哥的，而且这个大哥哥说，他说自己在这个行业有一个女神，他说那个女神就是自己的福利家。明天你会愿意吗？
看这表情，他应该是知道。林队，林队，你的脸怎么红了呀？有吗？可能是这里太热了吧。我去洗把脸啊。And now, let's congratulate one more time for the champions, the winners of this year's championship, Gigi!干得太漂亮了，太帅了，队长！好，向公子。你什么情况啊？干嘛要署名权啊？福利家谁啊？对啊，对啊，搞这么神秘。我向你说嘛，伍佰，做得不错。伍佰，这次真的恭喜你了。哟，都在这儿呢。哎，向总，向总，伍佰，太厉害了，这又拿了冠军。照你这速度，打遍天下无敌手了你啊？没有。哎，话不多说了啊，车在外边等着，15分钟之后上车啊，大家收拾一下，晚上回去开庆功宴。哇！走走走走走走，你们饿死我了都快。哎，你们领队呢？嗯，他好像说去洗脸了。洗脸？啊，阿香，我走了。你们先上车等我。好的，冠军队长。走吧，走吧，走了，赶紧的。未来十年，他会被称为福利加倍。有时候我在想，爱情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因为感受它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不必下定决心，也不必再三考虑。那一刻，我突然想勇敢一次，为了自己的爱情。我突然想起，我有东西忘记给你了。什么呀？那天你说，你拆了一整罐的巧克力都没有找到你想要的东西。我拆开了最后一个，你看一看，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